我果然还是最聪明的啊，知道要回到案发现场再调查一次。那两个小包果然不成气候啊。哼，你最成气候啦，脚那么短还能断掉。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但是这同样的案发现场，你我的见解却是不同的啊。你嘴讲死啦，国浩，你那么沉默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你看这个血迹喷散的方式，我看大少爷是被凶手用重物从后方把你敲了。依照这个推论，凶手应该是个男的。哦，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啊，少爷平常有锁门的习惯，可是在案发的时候门锁却没有被撬开的痕迹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应该是个少爷所信任的人干的。这我昨天问汤婆的时候啊，这个小少爷他的行为举止十分的异常，这个凶手该不会就是……不好了不好了，出事了啦！冷静点啊，你是谁？怎么了？我是谁不重要啊，重要是小少爷，小帅他失踪了。什么？难道这些都是凶手故布疑阵？先别多说了，我们先去小少爷的房间看看。走。